斋天。诸天神为佛教中的重要护法，大众以感恩虔诚之心准备真庙的斋食礼谢诸天，故名斋天。佛陀悟道后，梵天从天宫来到人间，悲泣合掌请佛久住说法，广度众生，因此佛法得以广传于世。所以在大型法会圆满之际，皆会举办斋天，礼敬三宝，酬谢诸天护持。斋天的仪轨为智者大师所编制，遵循金光明经制定金光明忏法，进而加入仪轨，制成金光明忏斋天法仪。经中描述诸天受释迦如来的咐嘱，巡行人间功过，赏善罚恶，护佑有德之人。因此，世人敬备清净斋食，供养诸天。祈求平安福善，执善积德。透过斋天的仪式的供养，不仅表达对于诸天的感恩与尊敬，大众也既有广修供养培植殊胜的福田。